妖魂大法得妖魂大法最劲。你睇咩叫妖魂大法？过嚟 bitch lady go 火车妖魂大法，太天真啦你个 bitch！ 哇，可以喺火车妖魂大法赢到我，再嚟啊！哇，走咗啦！四个符得唔得？张凳摁下得唔得？上一次张凳都有笑啦，我都冇歧视佢啊！唔得，佢喐咗一阵去坐啊！喂，仲喺度啊！咁点入去？你咪唔去流水，因为去流水声嗰度。哎呀！哇，喺水门门有樽樽噶嘛？装水。不给你吃的。系、嗯。我本身都识到。O K， 冇事。话咩啊？话死啲啊！即系之前个青蛙个咯。系啊，呢啲系精虫。哇，哥自己仲喺度嘅。即系从以少年漫画角度嚟睇啊，你杀咗老豆，我就用呢盘水浸死你。你杀咗老豆，我就用黑暗大法师解决你嘅屎忽。系咪帮老豆俾我个蛇咬死你？我都要帮你淋花。闪光术啊，淋你个头咩？闪光嘅瓶子去黑暗漫画嘅地方啦。存一存先啦，我觉得会死。你就喺附近喺度讲。必杀技，阿布使咗闪光术。喂，闪光术咁少嘅？闪光术唔系应该全画面嘅咩？佢未完全学识啊，用三千万嘅时间学识。呢个咩？唔知道。我都唔帮好嘢，第一条路就得。睇下先，跟住就死啦。哇，手表。暗咩？我讲个彩蛋俾你听，你拎个手表之后再暗，再打开物品栏。Shaki 射晒出嚟，嚟一次，唔得，我要睇嗰个彩蛋。高闪光术，系闪光术嘅厉害。哇，嗰个嘢摁咗嘢都吓死我哋。阿布射出 flash， flash 系闪现咯 ，flash 闪光。我要攞一次去看彩蛋，因为我是为观众努力的。喂，哇，很靓，死死，咁你我系放翻上去咪得咯，放翻去。梗系唔得，有几开心？你先癫啊，直接读取啦，唔得唔错啊，而家赖晒呢位就见面啦，所以唔系执手表喎。咁要執咩啊？手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姨媽到嗰陣時一定要戴好安，戴好衞生。呢個嚟喎，好明顯姨媽巾咯。白色個，白色㗎，後面嗰個呢個定係白色嘅？話唔定個主角係男嘅咧。我屌！你行第一條通道睇下咩先啦，上受會又執亂咁執到啲嘢，跟住真係你行第二條通道咯。呢下死啊！啲咩㗎？灰塵嘅衣櫃，唉，又要死啦！标冇执啊！哎，乜都冇跌出嚟，睇下有冇得死先。哎，冇得死，冇得死，行得好慢啊！哎，红红，姨妈跟太严重，姨妈咁样嘅程度，姨妈跟都救你唔到啊！哎呀，我觉得呢度实死啊，死咗一屁嘢咁死啊！我都冇得瞓。唔系咯，个女仔。我替身，我替三千几年帮我挡，真系伤心。你喐咗一嘢喎，咪得我睇唔出啊！做咩成日都按嗰个掣嘅？因为我按惯咗 X 左右 ，C 做确定 ，X 做咩？其实佢真心话系我想用封信界啫。嗰系个 RPG 玩得多嘅问题。诶、欸？诶、欸？未死又系？我真系死咗，假设准备死。喂，贝多芬，俾佢啊！嗱，贝多芬，嗱，我俾5蚊你，你冇杀我冇？你杀我嬲噶，好嬲噶添嘛，好嬲添嘛，话点算先？你帮我话，冇惊。继续行啊！交俾贝多芬做低。喂，呢度两块棺材啊，而家佢拍咗如何神掌？点解唔去睇啊？点解唔调查下棺材？我而家调查棺材会俾阿里巴巴杀。有冇加速啊？冇，我狂奔。嗱，你冇杀我，乖乖地好冇？唔理，唔理。唔理死咯！吹啊！招即下死啦 ！Game over 啫！唔会，我相信我人格死。你未死，继续行，唔得投降。诶，得咗胜利关键，
就是因為我生咗鷹座。你啊，多咗少少血咋？你只要即刻有信心，你就係不死之身。嗱，681。呢故事教咗你乜嘢？俾冚埋本書，我想睇。嗱，就佢要嘢絕啊嘛！嗱，俾你可以絕，絕快啲去。奶嘴。多我二十秒。我如果神像有多个，调查一下。好不容易才藏起来的。耶稣会摧毁我们，你的骨髓。我对呢个好反感嘅嘢。系啊，真系几错。但系有人走出嚟之后，代表我可以入。系。我首先一齐去先咩？快啲做点心。菊花依赖情，包住咪拿出，哇红鞋子，要着冇色嘅鞋喎，真系要。噔噔，流血吧。诶，我替身又出现咗，鞋子不穿上吗？穿啊。跌。save 先。再 save 先啦，要死得啱先。试下穿啊！我的身體離我而去，Mario 同人哋交換咯，覺得同邊個交換？或者你拎去洗下啫，都好，過嚟啲啦，我收下一個好辦法。啲嘢真係邋遢咗啊！我冇聰明，我好似好叻噶。嗰啲姨媽沖咗成盤水都喺度，我覺得好正。喐咩頭？哇！唔玩啦。你射精又玩得多，到你啊，嘉田。繼續啦。幹咗成半個鐘啊，到你啊。我未沖涼喎。我理你啊，我夠未沖涼啦，我夠未沖涼。我玩到差啲射精啊！好驚咧。啊！鹹片都冇咁犀利，我射精差唔多射精過50次咁長。邊個係暗確定啊 ？Set 啊 ？Set。的士是那個什麼 Shift 是狂奔的 Shift 打先 Dash 我應該要進這個門我走完了已經幫你你只需要洗鞋而已不是啊怎樣逃出身體才是問題逃出身體為什麼你不用疑雲大法呢是啊走回去上面骷髏骨頭那裡是啊真聰你只要來繼續將用姨媽染紅這條河河番茄水，好難入。桃都牌，未呢、這個我先諗下。啊，吉田都高潮一陣，跑吧，快嚟追我！你做乜嘢啊？必殺技，等待術。著咗先，你著咗。自動使用又會。自動使用即係你已經係成為咗傳説中嘅自動人，自動人間。呢個替身，一落去就收翻嚟。屌你啊！快储存，快储存啦！作战成功，系喎。作战成功，成功通啫。作战成功，冲啦！扮识啦！咁咪就识啦，咁都叫识啊？我以为你系大陆啊！你踩咗人啲嘢啊！作战成功。喂。唔啱喎呢條路，即係要狂直行啊，無限直行。嗱，我俾兩條路你揀，一向前行，一向右行。向右唔得，要點做啊？我向前。翻轉頭。有得翻轉頭，冇翻唔切嘅喎。有冇狂奔？俾啲信心自己。點樣時間會多啲啊？炸哇你頭！炸哇你頭！你避開咗會唔會勁啲啊？拍手！哎，储存第三个，你覆盖咗咁，如果依家需要行第二边嘅点算啊？咁咪有第二个嘅，有第二个啊嘛。冇错啊，储存第二个，多谢我俾晒钱你。我为了朋友，我送吉田俾你。我唔要，滑到啦我就嚟。咁你乖乖地坐喺度，唔够高睇唔到啊。乖乖地升高啲再睇。Shit.